间注视着世界，万般流连，看着天边死在眼前，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遍。如今走过这世界，万般流连，翻过岁月不同侧脸，猝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。又来了，咱昨儿不都说好了吗？你着什么急呀、啊？我这不是来给你看点东西的吗？老傅，嗯，你看，嗯，嗯，你想讹我啊？你说我这是先发到网上呀，我还是先发给你闺女啊？这太……喊了吧你、啊！不是，哎，行吧，哎，走。老爸，我爸他有没有跟您说，那他不让我在您那儿干了？哦哦，你爸不是这么跟我说的呀？他昨儿来找我呢，是觉得你工作呀干得不够好，让我呀给你降点工资。嗯，啊，其实吧，我觉得你干这一行还挺有前途的。年轻人要迎难而上，闯出自个儿的一片新天地嘛，是吧？爸，嗯，疯了，这变化怎么那么大呀？呀，啊。他真是你亲爹啊！嗯，他就是觉得吧，怕你上下班没有车接送，他主动要求担任郝泽宇的司机兼保镖，一人分饰两角。哎呀，叔，真的假的？爸，哎呦，我的妈呀！你怎么突然变那么好啊？你真的是我的亲爹吗？您是福方叔先生本人吗？啊？爹。你爸还反复的恳求我啊，这个月开始你的工资呢降为3500一个月啊？为什么呀？你别着急，等我好了点我再给你涨回去。不是，我总共就这么点钱，你再给我降我怎么活？就是啊，我没说完呢，你爸说了他自己给你贴500一个月。真的？你贴我？贴我爹，我有一个好爸爸。吃完，赶紧给人上班去。我那什么，赶紧吃。良心发现。你今儿不出活啊？这歇了，管着吗？我这高兴劲儿过去了，我就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太对劲儿。您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？啊，您说昨晚上还是一副没商量的样子，怎么今儿变脸比翻书还快啊？
不但让我干，还说自己要当这个司机和保镖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着啊？不想干了？现在不干也来得及。不不不，我的意思是说，这活我干行，您干不行。什么意思啊？啊，这个家什么时候轮到你跟我说不行了？您不知道这是一伺候人的活儿啊，还伺候的是郝泽宇。你们俩万一又呛呛起来怎么办？而且您每天还要出车，对吧？牛妈的那个意思就是说，您得随叫随到，您不要命了？哎呦，我闺女还知道心疼她爹了啊！我跟你说，只要你愿意干，我还就得跟着你。你说一不留神，你这脚就弄成这样了。我要不跟着你，那没准葫芦个哪天我就见不着人了。爸，对不起，我也没什么本事，不能让你享福，还得让您跟着我一起遭罪。行了，别口头尽孝了，瞧把您自个儿给感动的。你要真有良心，回头我做饭的时候你得少吃两口，也算你爹没白疼你。那我不跟家吃饭了，请便。我再问一个问题啊，那我不跟家吃饭了，谁跟家吃饭了？因为您说过这饭两个人吃才好，你外面有人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同意，我同意，哎，我不反对啊。反对？你不反？你不反对什么呀你？一片天空的，有本事你让他跟我比唱歌啊！那说不定人家唱的也比你好呢。你他好，你跟他去。嗯，你乖啊，这次干的不错。猴子，我觉得你是可塑之才啊！要不啊，等你忙完这阵儿啊，我安排你去系统的学习一下，先把经纪人资格证给考出来，然后打进我们公司的核心管理层。我们公司总共就三个人。我已经核心的不能再核心了，牛妈。嗯，那个，你去见滕丹的事，你跟郝泽宇说了吗？我不傻子，我跟他说。啊，这就对了嘛。那你回头你告诉郝泽宇啊，让他饮水思源，知恩图报。我为了让他跟彭永康见上一面，我是付出了多么珍贵的东西。哎，还有你爸那儿，你也跟他说一声。让他早日加入到我们创业队伍，成为一名得力的干将。你怎么就这么自然而然的把所有的功劳都放在自己身上了呢？不是滕丹不让说吗？那这功劳总得有人领呗，那我就领了呗。你这样嘛，也让郝泽宇知道我不是一无是处，对不对？你看你们努了半天劲都没办成的事儿，我一声不响就搞定了，你显得我多有本事。这两天，别笑。这两天我跟你爸再去趟二手车市场，去买一辆好点的车啊，体体面面的，让郝泽宇安心。好，我要坐大奔驰，大奔驰，大奔驰。奔驰，看你都快笨死了。吃几包面？五包。喝。大奔驰。您看，这鲍鱼大不大？还有这个燕窝、阿胶，这都是最贵的。还有这个卧龙坚果，这里面东西都是进口的。越南腰果以形补形，专门补你的腰。大核桃呢，专门预防您的老年痴呆。哎，行行行行，我看出来了，你是真的发了财了。就你这些日子给我送这东西，我这屋里都堆不下了。堆不下，您就送别人呗。您不是还有朋友吗？
怪不得这几天你三天两头往我这儿跑呢，啊，感情你还有别的心思呢？哎呦，我刚才琢磨呢，你说这个燕窝，什么阿胶，这不是我该吃的东西啊，合着你不是送给我的？哎呀，哥，您这话说的，你们俩是兄弟。以前开出租的时候，您总是罩着我，现在我给您拿点东西来看您，这不是应该的吗？只不过。只不过什么呀？啊，大鹏，正因为咱是兄弟，我多说一句，你跟牛美丽真的不合适。哎，哥，您这话说的有点着急啊，合适不合适得出国之后才知道啊。我告诉你，这都用不着啊。我跟你说，我认识他的时间不比跟你短，嗨，这就是一嘴尖牙利的女人，知道吗？心气还倍儿高，这个也没什么定性。这几年光工作，她就换了好几种了。这挺好的呀，一女人在外面闯荡江湖，她就得张牙舞爪，不然会被别人欺负呀。那倒是，这几年我竟看见她欺负别人了，没见过别人欺负她。会欺负人特别好。我就特别羡慕那些怕老婆的，人都说家有贤妻如有一宝，您都知道我这钱挣的就跟走在马路上被钱砸中了似的，我真怕我镇不住，我享不了这福，怎么办？就得找一厉害的女的替我镇着。我真怕呀，我这是一场梦，哪天我醒来一看，福没享，钱没了。我说，要镇宅，您弄一对石狮子家里摆的呀？非找牛美丽干嘛呀？那石狮子能陪我说话吗？哦，我在外面晃荡一天，回到家里，石狮子能冲我笑吗？我挣那么多钱干嘛使啊？不就找一厉害女的，给她花吗？行行行行行，你呀、啊、是不到黄河心不死，不见棺材不落泪。既然你有这心思，我就给你们安排见个面，让他狠狠撅你两回，你就死心了你。撅我不怕，打着心骂晒，撅着撅着能撅出感情。行行，好，好，干干嘛呀？这是，你美的这还没怎么着呢还。这上面车真多，性价比也高。哎呀，就是老佛啊，就是一想到那钱，还是有点心疼。这上面您都嫌贵，别的地方咱也别看了。啊，没事儿，只要你开的舒坦，买就买了。哎呦，老贵得谢谢您了，刘总。哎哎，你看这款怎么样？我低调奢华，有没有很适合我的气场？适合，太配了。明儿约去吃去。比4S 店还气。我们这瓜子啊，现在已经开了上百家直卖店，这店大车多，您随便挑，我们会协助您办理交易的。我现在对这二手产品真是有了改观来。哎，别介，您可千万别对二手男人高抬贵手。小鹏，您过来一下，经理找你。哎，好嘞。啊，牛姐，我过去一趟，您先看着。谢谢您忙，您忙，您忙。吃药，刚才不都看了？哟，还委屈呢？就耍点小手段嘛，至于吗？小手段，您再来点大的，我的命就没了。牛美丽，咱俩之间最基本的信任没了。你对我没了？没事啊，我对你有啊。这么多年的感情，咋能说没信任就没信任呢？我听福子说，你把包都卖了。你可就这么点值钱的玩意儿了，想过没有？万一不成呢？那您可什么都没有了。只要还有一点希望，我就绝对不会放弃。就没有牛美丽不成的事儿。你就蹦跶吧，你也不看看自个儿多大岁数了。就是知道自己年纪不小了，没几年蹦跶了，才想着破釜沉舟的。你说我这大半辈子过了。拼着努的，我就光给别人看了，就是忘了给自己一个交代。哎，行行行，你也别小瞧安慰我。这话吧，我也就对你说说，要对别人说，
还嫌丢脸。老刘啊，咱干点别的不成吗？啊，就你们这行，看着五光十色的，我觉得离老百姓的日子太远了。老公，你知道吗？这行真的有魔力，它能让人的心吧就变成年轻，让你吃着苦吧你还带着笑。你没觉得福子最近也不一样了吗？所以我才想把你拉进来的。你说你整天跟个仓鼠一样在那盒子里边，你要再不做梦，那就晚了。我看你不是做梦，你是有点疯。哎，二手车这钱算我跟你借的，这个到时候连本带息一块还你。这借条都打好了，你找去。哎呀，咱俩之间你还给我打什么借条啊？别！真是的，我那么心里清楚，你脑子明白不就行了吗？哦，既然你说连本带息的还，那就按国家认可的月利率3%来算，总合着每个月你就该给我3000，跟你的工资一对冲。行，那你以后每月再给我500就成啊。这门没开。哎，等等等等，不对呀，怎么让你算？我成给你打工交份子钱了。我原本是劳动人民的司机，怎么现在成你刘美丽的人了？这欠条是你打的，话是你说的，我可什么都没干啊。干什么呀？一块相亲去啊？你看牛妈，我就说吧，这事不适合我。这是杀气妆，你懂什么呀？小雨，赶紧上车啊！头一回见面，不能迟到了。又租一个？买的。老冯，开门。嘿，小子，惊喜吗？他开车，我可不敢坐。有什么不敢坐的呀？你敢死，我就送你一程。嘿，我爸给你开车是给你脸了，我跟你说，要不然你自己打车去啊。老婆啊，没事呢，我有俩。赶紧的啊，跟我们家小雨握手，严和赔礼道歉。好，给车。不行啊，开我想吐啊！爸，真的，你亲闺女都受不了了。老婆，一会儿你把车停了，你就随便先垫满一口。哎，别吃多了啊，晚上有好吃的，我给你打包，有鲍鱼。行，我趁这空档拉几个活，我还得给您交份子钱呢吗？哎呀，这份子钱不跟你开玩笑呢吗？你这要表现好，咱俩用得着算那么清吗？对不对？别，还是算清楚吧。这么清楚，我还让你给坑了呢。这要不清楚，我连命都得给你。行了，打个包就行了。完事之前给我打个电话，我在这等着。我懂，人家出来得看见咱这车，请吧您。你好，哎，好了，那个滕丹，那个彭导演，你还记得我吗？那个，那什么，你看那天在酒店门口，你把我当成酒店门童了，然后就给了我10块钱。当时我就觉得，我觉得咱们俩还能见面，所以我就一直把这10块钱留着，留在身边当护身符来着。对，缘分呐，是，缘分收住了啊，缘分呐。彭导啊，滕丹现在不带小雨了，是我在带小雨。我叫牛美丽，真是认识您三生有幸，三生有幸。来，快里边请吧。来，啊，请慢点啊，来，蛮不错的。啊，是，来，啊。
我说你也歇会儿吧，你累了。没事没事，您吃啊，也不知道您喜欢吃什么，就把最贵的都点了一遍。来来，吃个鲍鱼。鲍鱼我天天吃啊，喝一口呗。来来，喝喝，福子，倒酒倒酒啊。导演，我看过你以前所有的作品，尤其喜欢去年那部戏。那都是小成本啊，但是拍的特别好。您看看这缘分呐，没想到今天我们就能参与您的电影，我有信心，这一定是部好的电影。谢谢捧场啊，谢谢。必须的。来，走一个吧。倒满，倒满啊。干了。这姑娘长得有点像我之前那个旧相识。哦，是吗？真的。这说明这是我的荣幸。哦，荣幸，那就喝杯吧。好吧。喝不了，我小时候偷喝我爸一口差点死了。那什么导演，我跟您解释一下啊，他确实是喝不了。为什么呢？他一喝多了，他犯神经病，我怕他吓着你，我替他喝。你替他喝？那你角色他替你演行吗？啊？戏的事看您心情，这杯酒我先干。哎呀，那个。给我，不是你不能喝，你这。对，坐下，坐，接着吃啊！坐下，那姑娘坐下，啊，坐好，接着吃。喝那么一杯酒，你说有那么难吗？你不喝，来，我帮你，那个猪肉啊，用酒泡上，明天放在烤箱里烤，特别美味。5000块钱，全浪费了。哎，行，人家为了你把包都卖了，你知道包对他来说跟命似的，全花你身上了。能不说了吗？今天晚上钱全算我的，行吗？算你的，你有钱吗？你要还完啊？还有多少钱能让你造啊？挣的钱就是花的，这不这包买来就是背的。再说了，我钱多了，差你点儿。
哎呀，我都不心疼你，心疼什么？不难受了。今儿这事儿，你做的没错。就算你不教他，我也得拿火点他。傻猫，钱我会还你的。今儿谁都别跟我提钱。大爷的孙子呢？走走，在等你呢。夫子。没事吧？没事吧。哼，刘美丽打电话都告诉我了，甭难受。嗯啊，比咱们难受的人有的是，多了去了，那人还活不活了？是不是啊？也甭委屈，真委屈，我告诉你，咱们提口气，想辙把这事儿办成了，让人瞧得起咱。哎。甭指我啊，指我干嘛？我有错吗？不就一拍烂片一破导演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就随便糟蹋人？我告诉你们，现在福子是我的人，谁也别想欺负他。谁你的人啊？哎，这我闺女怎么成你的人了？什么你们的人？都是我的人。就说你这一家人的觉悟，今儿这钱我就没白花。别闹事，不在。怎么这么大酒味儿啊？啊？啊啊！你有什么可笑的？吃一下。哦，好。这么好的饺子，一口一大虾仁，这都不吃啊？想出家呀？想事儿？想怎么喝酒不吐呢？哎呦喂，爸，这事儿能完了吗？我在想这个事儿啊，能不能有一些转机？其实今儿这导演还挺好的，就怪我不争气。闭嘴，有点骨气行吗？那孙子……哎呦，您先别嚷嚷了，成不成啊？我还没说您呢。就是您给郝泽宇这么一下，要不然啊，他今儿蔫蔫的，他万一真动手了怎么办？哎呦，听听你的意思，要真动手了，你还上去帮忙呢，是吗？我告诉你，也就是他，帮我出了口气，要不然我非得回酒店把那孙子头都拔光了不可。敢逼我闺女喝酒？东方之珠借给他崽儿吗？甭拿这眼神看我，丢人！让你喝你就喝啊！跟你爹都从来没这么听话过，要不然你干脆认个导演当爸爸得了。我明儿就去。祝你成功！谢谢。
事情我给您道歉，我福子做错了，对不起。好姑娘，真是好姑娘，敞亮、仗义，又有胆识，又有气。你不介意的话，我可以做你大哥吗？啊？我受不起。以后在香港、北京，都有大哥罩着，啊？导演，导演，这不合适。还叫导演，应该叫大哥。大哥。啊。谢谢。你干嘛呢？遛弯呢。我也遛弯呢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事跟你半毛钱关系没有，别又傻乎乎的跟人道歉去。你既然知道我是来道歉的，你就甭掺和。我跟你说啊，你今天要是又打人，我肯定跟导演一头，我胳膊肘肯定往外拐。你会好好说话吗？什么叫又打人？啊，我什么时候打过人？你什么时候见过我打人？走啊！我看你胳膊肘怎么往外拐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他在说他导演，得尊敬人家。导演好，导演好。哎呀，好好好。怎么了？昨天是我不对，不管怎么说，你也算是远道而来的客人。往您身上浇酒是我太冲动了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跟别人没关系。我今儿来不是为了伤您的气，就是来跟您道个歉。没有啊，昨天的事我都忘了。没事啊，走吧啊，咱们俩的事儿算是了了。昨天你往我助理头上浇酒这件事儿，是不是咱也得说道说道？我刚才说这事我都忘了。您忘了，我可没忘。您说您这么大一导演欺负一姑娘，这事儿要是传上去的话，不太合适吗？导演。导演，我明白，导演您应该是锻炼我酒量的，对吧？其实这样啊，我以为北京姑娘那个酒量棒棒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个，那就 sorry 了啊。没事没事没事 ，sorry 不好意思。您忙，您先走，我们先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回来。想上我的戏吗？啊？想啊。不过啊，谢谢导演。想上我的戏，要增肥20斤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增50斤都没问题。导演您真好，您以德报怨，我们一定努力。那赶紧回去吧。哎，别，我先走了。那个，怎么了？我给你带了礼物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哎，不好意思啊。二锅头啊。这个没有，茅台金贵吧，但也算一点心意。谢谢啊。你尝个鲜儿。天有点冷啊，我先走了啊。好，走。哎，谢谢导演。你那两瓶二锅头干嘛用啊？你别告诉我你拿那两瓶二锅头就想贿赂他。你管得着吗？我高兴。要泼也是泼我，你泼什么泼呀？你是演员，我也是个男人，
啊，你是那大螃蟹吗？就就。上回吧，走的匆忙，我都没有做自我介绍啊。我叫北京人，今年四。我叫顾大鹏，我是北京人，今年45岁，还没结婚，我还是一单身。那个福方树的，他打酱油去了，一会儿就回来就。酱油还得现买呀，还有这人家家里还有啥呀？这日子过的，你说。就是也挺合适的。您看我这疤，多亏您那个创可贴一贴就。哎呦喂，紧赶慢赶往回跑。生怕你们俩撞上没话说，怎么着？这都聊上了？没有没有，我刚来，没聊几句。是吧？哦，那个，自我介绍了吗？啊？干脆还是我来吧。这是我哥们儿顾大鹏。这个也是我哥们儿刘美丽。大家伙儿既然都是朋友，那今天咱们就多喝两杯，认识，交个朋友。老福。哎。那我带来酒不够啊，那要不你就出去买两瓶，就要那种度数最高、性的最烈的啊！啊，不用，一瓶就够了，主要是错也一块说说话。我跟大鹏很熟啊，有什么话可说的？回头又是听你一个人说。再说了，头回见面的朋友，这不得喝了酒才有话吗？行，你不去买。我去买。等，我去。你们这聊着，兄弟。行行行，哎，走。马上回啊。哎，来，先上盘花生米，怎么着？这都喝上了啊？有点相见恨晚的意思啊，热菜还没上呢。你可赶紧去做菜啊，你把菜炒齐了再一起上，别一个两个三个的上，还有把那个门管都油烟味儿，你快去吧，别烦了，咱俩聊天。啊，哎呦，深了嘿。好。哎呀，大鹏哥呀。我跟老福那是十几年的朋友了，那你跟老福是哥们儿，那咱俩算是知己了。来，我敬你一个。我喝一口，你也喝一口。我是女的，你得让着我点儿。我干了。哎，爽快。哎，大鹏哥，我们俩这是第二次见面了吧？啊。哟。那第二次见面得走两个呀，来，给你倒上。哎，你说我们这以后啊，肯定得常来常往，这酒肯定是断不了。我来敬你。好。酒呀，平时看着不怎么样，今天怎么那么好喝呢？就是，来敬你。酒量真好，再给你买上。哎，爽快爽快爽快！好，再走一个。哎呦，酒量真好！哎呦，大鹏哥你太厉害了，男人。哎，菜齐了。哎，大哥。大鹏哥，你这酒量不行啊，你别睡呀、啊，我还有才艺表演呢。我那时候干过好多行业，我歌还唱得特别好听。上。要不我给你唱个歌？唱歌，上歌，差不多得了。现在音乐行业特别的不景气，这生意特别难做。美丽，没事，美丽，喝多少啊？我顾大方就是有钱，我给你投，要多少投多少，是不是老夫？哟，那我得谢谢你啊！我再敬你一个，来，别喝了，咱睡一会儿，缓一会儿。行，哥，行。对，朋友。哎，顾大鹏，干嘛呢你？出来。二哥，送。
呢？你这是，你这不欺负老实人吗？谁老实人啊？老人喝酒需要叫个女的陪啊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你？你不是让我来陪酒的吗？我自个儿提溜着酒，提溜着菜，还得负责把人给哄好了，我就这么贱呀？行，现在任务完成了，给钱。你说什么呢你？谁让你过来陪酒的呀？我是给你们俩安排一次相亲。这种保媒拉纤的活我也没干过，业务不熟，你也犯不上有那么多想法啊。我是那种人吗？我相亲你还不如让我来陪酒呢。哎，就你哥们穿的跟那马来小龙虾一样，你还撮合我跟他。芳芳叔，我在你心里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啊？柳梅丽，咱看人不能光看外表，心里美那才真的美呢。才见两回面，我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。我就纳了闷了，好端端的你给我介绍什么安排相亲啊？你是不是吃饱撑的？嘿，这可赖上我了。出来，你再出来说话。不是你老跟我抱怨，说自个儿出走半生，落得这般田地，到现在还一个人无依无靠呢。你还跟我说，你身边要是有那种人傻钱多的朋友，你给我介绍一个，这不都您自个儿说的吗？第一，我出走半生一个人。那是我的选择，并不是我牛美丽没人要。第二，我跟你那么多年朋友，我哪句真话哪句玩笑话你听不出来啊？就算你是要给我介绍个对象，你也给我介绍个像样点的吧。就那样，这叫什么呀？我真没想给你瞎介绍。忘了多久的久不见，曾以为再也不见，青春的执着坚决，换一张笑脸，放下痛过的月月年年，回避的记忆断片，此刻交叠了视线，不再是解不开的结。我们都如爱所愿，不再是一厢情愿，遗憾轻描淡写，流失坏的泪，从此没有心事了，如爱所愿，学会自己和解，成为被幸福爱的人。